好啊，原来恁爸捡到了。我是李俊豪一口唔正囝，你搞创啊！哎，李俊豪，创啊啦！刚书记不是讲过，你免你搞对条条。来，你看一下相片。因是迄天写作无代表词，改指示牌来刷一刷。你是不是调过伊了捡到了的吼？那才拄好，叫我去钓。我迄天是看这指示牌，去有风吹断，我才是讲个会起来。你安尼看读说故事，会害东叔误会我。误会？哦，干嘛呢？你想要是卖甲我讲白贼哦，因为真相只有一个。你讲什么？嘉文今麦有心呢，这杰西卡根本不是人啊！这个杰西卡真正是一个小查某就对了。那是讲参着种无信用的人哦，我是讨厌啊！那是，哎，刘伟霆，啊，恁姐吼，恁对他，你讲是怎么来结点点啊？我就是要法驾驶迄个小查某啊，我就是无法度啊！我刚才那把酒金金哦，看伊活了好好，伊怎么讲谢代言呢？对哦，听刘伟霆讲，我想到。代哦，代言咱公司的什么健康餐盒啊，就是李俊豪伊主导的 case。好啊，既然哦这两块要斗阵做伙合作，然后咱来做一摆甲处理个电脑金丝丝，这个叫做一箭双雕。嗯，哎，这循环袂歹呢。这小勋果然是真实的。哎，那呢哦，这是卡金曼助理对杰西卡一定就不满的啊。那等我这所在下手，可以哦，为什么所在背起来，都为什么所在搬落去？这样就好了呢，那真正会当一箭双雕，大快人心啊！我过去啊，当周杰豪西复仇者联盟啊，豪西豪西什么啥物件？有俊豪像 Jessica， 他们就豪西哦哦，哎，这 idea 未歹，做创业呢。啊，那豪西这代起就叫做豪西啊，以后那就叫做豪西复仇者联盟。来，这位。会的、啊、哦，来画起来口号，一二三，好戏好戏好戏！喂，哎，无啊，你是伫咧哈啰？当初请你的时阵，不是已经讲过啊？做这行的哦，就是不适用劳基法，是你家己嘛答应才来做的呢。啊，无你今麦在跟我讲劳基法，无你是讲到无有意是不是啊？包包提来啦，杰西卡，你买哈提啦，杰西卡。老金宝，醒起来！阿弟，你是谁哦？对啊，他们你是？我是陪到上家来啊，拄在外面啊，我落起来啊。你住在外国，我替主持公道。你干啥？做什么啊，金姐？哇！你怎么金姐？哎呦，歹势啊！我想怎会甲你形容在锁那边内底啊？一定是我的头壳哦，遐车撞着啊，落一个趴底，拢形容想袂起来。你敢算着要怎话？你去开门呐！啊！我想着，我想着啊！今摆伫演习营的时阵哦，你哦偷偷甲指示牌刷走，害我捡着咯，嘛害我甲柯刘伟伫咧山顶小木屋住一间，我关一个他妈假死！李俊杰，你无证无据，我就跟你讲，我迄不是我做诶。什么叫无证无据？迄当初迄条相片诶，哦，你敢当安尼信唔信？你有图有真相，我跟你讲。我跟你讲，唔是我，你紧开门啊，李俊杰。安怎啦？安怎啦？安怎啦？你莫敢当安尼话啦。李俊豪，我跟你讲，之前你拄啊做遐个代志哦，你别拢跟调查甲一清二楚啦。顶摆哦，你害我伫咧小木屋过一晚，一摆哦，我都互你伫哦。这个储藏室好啊，冷静一下，修心养性，让你知影用创你的主意。我咧做应该是无算是过分啦，吼！你家己好，等内底哈，我先来去啊，拜拜。李俊杰，你卖乱的啦，我讲直播的在播呀，你紧开门。哎，李俊杰，拜拜。我跟我干部啦，快走啦。李俊杰，杰，你死啊你！你竟敢关在内底，我出去你再死！Yeah!